老师，我刚刚有跟您聊过哈，我听说您最早的时候是先跟济公活佛来结缘的。那济公活佛，您是怎么跟他来做一个结缘的？因为最早开始呢，其实我本身是一贯道道亲，因为一贯道呢是济公老师啊，在我们一贯道里面是一个很尊崇的老师。那因为刚开始结缘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那慢慢第一个我们说修持，我们当然不敢说，我们不敢讲修持多好了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就是开始了解这个话分，才知道说哦，因为咱台湾啊，确实啊有真多奇迹啊，和大家拢种感觉啊，对于真尊敬、真崇拜安尼啊，所以讲啊，这个话分时阵呢，对台湾才会讲遐尼啊幸福，这个原因。啊，即摆咱庙的这个济公活佛，即摆敢都有一本书。诶，济公活佛伫阮遮本书啊，已经拢总40档，40档开始都有啊。我固定拢一个本书的时间啊，都每礼拜拜三，这是济公活佛啊，这是本书的时间。我嘛听吼，即个厝边头尾讲吼，咱济公活佛本书的时阵呢，伊或者信徒吼有真济灵感的代志。啊，是咪要请这个老堂主吼，帮咱个吼讲几章啊吼，咱这个济公也会帮助这个信徒的故事。因为济公好伫阮厝了做一堂办事吼，伊有较特殊啦。一般人咧讲吼，咱济公好时阵若出嫁，伊拢穿济公的衣服，啊，穿破破烂烂迄种的衫，哦，表示讲济公好是轻易近人，所以伊无迄个讲真讲庄严的形象，咪安尼。但是呢，因为阮做了做一堂，阮是属啊一贯道的旁系，嘛是等于讲乱堂，所以讲呢，阮乱堂的系统，中后节气比较靠咧注重，所以阮的神佛出家呢，一定穿礼衣哦，伊都穿礼衣，穿礼衣哦，啊，伊咧讲话种种，阮尤其阮伫遮，伊出家都无咧啉烧酒，就是咱这边这样，伊的特色就是伊无来就是酒啊就栽落，对，伊无咧啉烧酒。哦，伊拢用清茶入浴。那么讲这事迹哦，事实上啊，讲未完啦。讲者讲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伫咱做了做一堂，目前来讲啊，是我机身啦。老堂主，原来你是机身，无唔对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因为阮事后呢，啊，一寡内底事迹就讲哦，今仔日办事有啥物机制啦，有啥物情况讲我了解，所以我这爱特别讲出来，无唔知讲啊奇怪。啊！你来办事啊！你哪会知？啊！你才真诶客，所以讲这是爱事实表明讲，阮事后有当时啊，啊，阮内底事实就讲哦，边仔诶，迄毕生甲倒头，从这个办事过程，何老师你来讲，讲有啥物奇迹，啥物奇迹安尼？啊，若先讲一个讲，捌有一个有一遍伫办事诶时阵，啊，忽然间啊，伊讲开一张符啦。伊讲这张符哦，啊，稍等下，多人会需要。啊，阮这师姐感觉讲真疑问啊，安内无代无志，也无讲啥。先画起来等。嘿，啊，到底啥？伊讲稍等下，一个屁股卡，一卡悬，一卡低的啦。哦，迄队爱来这里坐的。结果啊，要在这些办事的时阵啊，真正有一个人好冲向公公啊，赶紧来，我较紧的，较紧的，较紧的。阮这师姐问讲啊，创啥呢？伊讲啊，伊孙啊发烧啦，烧到安尼无法度时啊，即马含要叫哦，迄个较早期啊，咱救护车是无遐方便就对了。哦，伊讲我只要叫救护车袂赴安尼啦。伊讲啊，安尼较紧的，进入灵符就是师尊开好你的。算伊较依旧。都无讲咱济公活佛师尊的迄个紧啊。对啊，伊叫我紧，哦，伊讲紧等切化化开来吃，结果真正的这代志等化开吃，迄个囡仔随体烧。所以哦，像这个情形讲，要不会拢无人知的时阵，人伊会先事先啊有这个预备哦。那当然，那伊现在呢，咱依旧真方便，所以这救护车这些人大家辛苦，所以你只要一个敲电话。那当然，人一路随到位，所以伊即卖科学进步呢，时代改变，但是这是进程啊，阮都开始。历史故事，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了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，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
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对翁某来问因果啦，因为过去因果是这我说用写写来给你，这算讲白做奥义啊，会用做证据就对。所以讲过去有这个物件啊，因为咱写好时，我就搁家解说。会念我听，啊！伊当阵呢，我看了这个事故啊，我错一条，哎呀，这我唔知要来解释。因两个是前世人，是冤仇人，这世人就是伊要来。哎呦，迄、那个二十八字内底啊，伊就写清清楚讲，啊，因某就欠伊啊，这世人就爱互伊落链啊，这世人爱互伊打碟啊。我讲这个代志，两阿我伫头前啊，咱要安怎去解解释？解释到底唔知要做伊人阿我冤家，但是呢，因某真大办哦，真大方。伊讲，勿紧勿紧，这阮先生，啊，你做你讲，我想。哦，你既然呢，遐尼大班啊，那我就照你内底写出来因果呢，看甲解说我听，啊，我就开始照伊个哦，迄、那个因果内底甲伊讲讲，哇，啊，你这过去就是啥物经营啊，啊，因为过去你欺负恁翁啊，哦，所以这世人呢。变成你爱行这个业，所以讲啊，希望你阿母了解因果，爱好好啊，共同经营家庭。老师，啊，当你讲这话的时阵，因翁是啥物款的反应？迄阵因翁哦，我看迄表情啊，应该是讲吼，对吧吼？即马个人讲出来，你我怕是应该啊。我怕你是事出有因啊，唔是乌白害怕，因真世人欠我。对，我即世人就要来找他。啊，所以啊，当然迄阵阵啊嘛无当场表现啥物，这代志就过了。但是啊，过一礼拜，迄个查某人啊，专工转来看一下啊，我实在讲哦，真正唔知要安怎讲，头青目肿啦，面食乌青乌青啦。我讲啊，但这个事底你是安怎？伊讲拢啊你啦，拢啊你啦。哎，因个讲讲，阮翁个拍我拄笑，讲我会拍应该啦。算老师无讲无大劲。啊，因翁即摆吼抓到机会啊，我将拍你吼、哦，是理所当然的啦。因为你前世人欠我，就是啊、我之前就是要来讲那行啦。所以我就甲讲，我讲吼、哦，这个事底你袂。才怪我，第一项，人个神父甲你讲你的因果，啊，你迄个时阵当场你都唔好讲，做我讲无要紧，啊，因为我就爱老实讲啊，你既然安尼讲，人神父讲的，我爱照伊到讲出来讲啊，所以迄个时阵你就无应该讲这句话。那么你了解以后，哦，你唔就爱赶快来问讲改变的方式安怎改，你的问题才改善。我讲你即嘛无要紧，已经你都哦讲起来是受伤，你莫起怨人心哦。哦，这笔钱是阿婆你收起来，那你即卖呢？有当时啊，如果先生还在生气，咱用好言好语甲伊讲，啊，莫讲讲话，大家刺激哦，甲伊恶个啊，非常重要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哦，啊，这方面就是平时啊，做好事去消解，我甲你保证一段时间。你的阿母会变成恢复真正人的温暖，这代志就安尼先实现啦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我很尊改变的方式。所以我也希望讲，劝讲，还是过去因果做因啊，啊，这世人恁爱过较好哩，啊来圆满来行掉这因果。哎，老师，啊，这阿母啊讲吼，小欠债，这世人这个母是来要来行孝的，啊，咱做母的就爱让伊糟蹋了，啊，这个因果才会当扯平吗？咱过去的讲法是安尼，无唔对。过去啊，咱讲这过去代志就讲，圣经较早的人捌讲，捌一个先生呢。啊，伊嘛会晓讲这个代志。啊，然后我冤家呢，伊去找你先生改相名，相名先生甲讲啊，你这吼、哦、你欠恁翁的，这世人你先生爱互罗令，互伊打掉。啊，因迄个太太问讲，啊，当阿妹安怎处理？咁这世人安尼过啊？啊，说行偌久？哎、欸，啊，这边行的是，伊一定爱讲咱人过身了，那开始行完吗？啊，是一般的讲法，免过身嘛，当行。一般的讲法是安尼，但是到尾老迄个先生呢，有改。讲一项，伊讲这哦，可能恁即卖的人较毋捌听到啦。啊，这事实有这个故事哦。伊讲哦，我来讲，因为你阁欠恁翁啊，还阁欠伊，互伊拍几百个啊，几百个。哎、欸，啊，干咩？你讲吼，咱这讲外父叔尊哦，帮伊处理，一届处理起来。伊的因为咱先来处理方式无同，我只讲这是人的算命先生。伊教伊一个办法，伊讲你还阁欠人，啊，只是还阁拍几摆，啊，你甲想呢？阁会拍几摆，这人奈哇，
伊讲我来讲，有一个方式你用改变。伊讲变啊改变，拜托你甲讲。伊讲我来讲，你去吼、哦、看人啊挂吊啊挂好的迄、那个稻草啊，啊你去甲伊摕一挂稻草转来。啊你一拔安尼吼，看要甲伊拔个三二十枝啊，哦甲拔拔拔做几拔。是。啊你几拔拔好的时阵啊，你会记哩，放伫恁门后，恁的门的门后。甲藏也藏咧，伊讲有一天呢，啊，你甲恁阿公家时阵，是，啊，你达达走，你走去你的门迄所在，哎，恁阿公要甲你拍，是，伊找无物件，哎呀，看到讲哦，迄稻草，稻草当山就甲你拍，伊讲稻草一枝算是会，啊，你一拔呀，你可以拔几十枝啊，伊若甲你讲，可以讲拔五十枝，伊甲你讲五下就250下啊，对无？所以用安尼去抵消你的因果。哦，这步未歹哦，这步赞。沈万生的聚宝盆，你敢买了吗？拿一张红色的纸，用金色的笔来写上你的大名、跟你的出生年月日、跟你的时辰。写好了呢，咱放在咱聚宝盆里面，立向面顶，然后放五个50元放在面顶，跟咱附赠的两罐五帝钱。但是这五帝钱呢，你要先拿大庙先去做过香火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然后呢，回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用你的大名、跟你的出生年月日、跟你的主祭、跟你目前的头路，要讲得清楚。过完了呢，要用这五帝钱放在红包篓里面。等下煮了呢，较拍开来使用。五帝钱的字呢，要向面顶，伊的顺序是顺、康、雍、乾、嘉。啊，可以咱这个五个位置，好、哦、顺时钟来摆放，啊，只要对称就可以啊。然后呢，从咱提供的招财符呢，放里面，一定要斗阵放去，扣好。啊，168块铜板是50块两个，10块铜板来的。5块的铜板一个，10块的铜板三个，一路发，人头面朝上。然后呢，都刻上咱提供的五色线，啊，刻到聚宝盆的中内面。然后呢，这个盆内面都刻8粒的黄水晶的元宝。招财动作完成，黄色纸上面写上运来财来钱来，大大力在聚宝盆后边。大刚好一入门，哎，嘴来就来念，运来财来钱来。回家旺，你来旺，人旺，财旺，家庭旺，事业旺，啊，能落钱金呢，落愈大声愈好。上得底下底零钱呢，全部啊落落去，1块、5块、10块、50块拢可以啊落的。聚宝盆内面的零钱啊满吼，唔通吼，从聚宝盆柜下摸起来哦。你只要从内面铜板吼，轻轻啊提起来就好啦。然后呢，从这金杆呢，哈集中起来，夹在你户头内面，当作你的钱包。但是呢，唔通吼，提到上下卡迄个168的零杆，也是五帝钱哦。填入银行了呢，佮摕一部分的迄个千元大钞呢，摕去你皮包里面呢，当作你的钱包，钱滚钱，大钱小钱一起进。然后呢，佮摕一部分的钱呢，摕出来做善事，啊是落去咱庙里面的迄个功德箱嘛，可以吼、哦，累积你的好运佮福报。啊，咱若有好运佮福报呢，财运就一定好。沈万三的聚宝盆只要5888元，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好像三加一，不是明星三缺一。今晚老店就来看，除了三个跟你买同款物件的朋友呢，你买一项物件呢就免单，真正免钱。满人用心送，购买商品呢，满5000就送你一个琉璃杯，满8000元呢就送你两个琉璃杯，独家代理的琉璃杯，一个只要1200元。啊，买对杯呢就是2000元。要买好香好香，请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70903，两个小 A 570903，让您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以上优惠活动不能重复使用哦，只能择一。